搞掂啦，完場啦，贏冠軍啦！諗翻佢哋呢一段路咧，真係一啲都唔易行啊！咁有啲球員啊，付出咗幾多先至可以喺個頒獎儀式度見到佢哋？呢項賽事嘅歷史雖然就唔耐，不過當中都不乏經典場面㗎，亦都將精彩嘅賽事帶俾全世界嘅球迷。